百里配羊乐开胃官府菜。我给大家介绍这一道菜的是白藜胡桃，也是一道前菜，配上一些山核桃和山羊奶酪，吃起来比较爽口清甜。然后在就餐之前呢，吃一个这个是非常爽口而且解腻，就是清口的作用。最后呢，能吃一两粒这个金巴伦，口感会更好。睇到材料有鸭梨、金巴梨子、胡桃、芥末同山羊乳酪，唔知以为做西餐添。其实呢一个系新派嘅官府菜嘅开胃前菜，先将鸭梨切薄片，然后将捞咗蜜糖嘅黄芥辣酱搽喺梨片度，跟住放胡桃碎，再放山羊乳酪碎，然后喺碟度放沙律菜，将铺好嘅梨放喺菜上面，然后放金巴梨子就完成啦。